心包容，这是台湾人民关怀因为心了你，这是台湾人民永远成功妙的心，这是台湾人民永远成功妙的心。阴阳日月最长生，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回骨子，若有真圣回骨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啊，各位维新圣教，我们各分支道场住持法师啊，及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和会大众，我们当下甲午千秋双十法会坛上啊，一心奉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主帝王朱建灵，中华民族秦朝东渡日本徐福真人啊，日本124位天皇朱建灵。啊，中华民族是由后裔北移韩国啊，桓雄天王以来195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啊，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朱彦玲，及世界大小战争啊，816次战争王室朱彦玲，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及当下啊，法会坛上各姓氏列祖列宗个人的累劫冤亲债主、地基主英灵啊，地球上农业被杀死的冤推软动啊，朱彦玲、大众等啊，今日今时甲午年，维新圣教啊，为叩谢天恩，即恭祝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圣诞，我们祈安消灾化解以谢天恩的法会，所有维新贤士弟子大众等皆以谦心至诚香花果串啊，斋串金银琉璃珠宝供养朱祖灵，并以48万部《活说阿弥陀经》诸功德啊，回向供养
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三界万灵众等，一切功德皆回向，也祈愿以甲午年11月11日为中华民国建国103年的1月1日之后，第九坛以来，以104年的1月1日第十坛的祭祖大典一并回向。所以当下此时，本唯心圣教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自甲午年10月15日今天的早上辰时升坛，由唯心圣教幻变学院院长袁松院长带领的幻变法师及唯心圣教易经大学所有法师讲师及各位贤士，每天皆以香花果串斋串供养，每天早上恭送唯心圣教30经，下午由宗主混莲禅师为垢界名扬两界开示唯心圣教安心真经。唯心圣教安心真经是一部21世纪世界新兴宗教与台湾新兴宗教的华宝，古来在中华民族7351年的当下，由中华始祖伏羲氏族尊天华子光降投胎到地球，为伏羲氏大彻大悟，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立其中，万法生成，至今已经中华文化道统易经的心法已经7351年的岁月，在7351年以来，易道天机，阴阳之大道从未消失，也从无所生，本来就具足了，只是人类忽略了一化开天再化辟地的真实意。骑到站的休困，都未听嘛，未听。一化开天是我们的灵性，再化辟地是我们的色身身体和万生万物的调和，也就是人类对于这个真理忽略了，才有7351年至5000年的当下，中华三族轩辕皇帝族、九黎蚩尤帝族、神龙炎帝族三族因为百姓人民的无知与无智，相互的为名利和食物的问题
产生了世间的战争。在5000年前的当下，第一场战争在涿鹿，河北省的涿鹿，当时由皇帝啊炎帝联合与蚩尤地主的战争，展开了涿鹿之战，整整81回合，终于啊蚩尤地主打败，部落部族打败了，啊隐姓埋名逃窜到边疆，北移到韩国，然后到云南、贵州为少数民族，啊，有的通婚，四处流散，啊，一脉分成5脉，在中华民族的中国，啊，分布在整个的中国。啊，有的甚至到欧洲去了，啊，这些由外在的战争，由外在的斗争与争权，啊等等呢，埋在内在心灵的怨恨，始终没有办法消逝。才有第二场战争，第三场战争，第三场的战争在中国河南省当今的鹤壁，河南鹤壁牧野古战场，也刚好在云梦山的山下，武王伐纣等等的各种战争，衍生到当今现在啊，60年前的当下，台湾与大陆两岸在金门发生了823炮战，整整60年的岁月，伤亡人数无计。再追溯往前120年，啊，日本与中国的甲午战争，死伤的更严重。所以总归回溯120年来，真是不安。人的生命，生灵涂炭，悲情大地。所以这个都不是我们人生为人类应该有的结果。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谨遵天命，遵天法旨，啊，为化解人类的浩劫，尤其中华民族5000年来竟然发生了3762次大小战争，世界各国那么大，只有816次的战争，这些汪死的怨灵们没有办法来告知内心的不安。所以今天甲午年年初的1月9日，新红玉皇大帝圣诞，普天同庆啊，我们维新圣教的维新贤士弟子们恭向玉皇大帝祝寿。祝寿的当下，
告知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们，在甲午年的今年啊，是有很多的劫难，但是劫难的发生可以预防，可以防患于未然，可以以其无所生。那么要化解这一些恩恩怨怨的劫难，就必须要带领着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大家一起发大悲愿、发大悲心、发慈悲心、发大爱心，也要有智慧的心。所以发动啊，维新圣教的所有贤士弟子们恭送诸经，尤其鬼谷先师所传的天德经是安魂立魄、安祖灵、安众生心、消灾化解的一部天上人间地狱天地人三才安魂立魄安心的一部经。所以要各位所有贤士同修啊，同体大悲，悲悯天下苍生，大家要用智慧来为众生祈福，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所有在家修行同修们做到了。本段节目由所以在三月三日啊，宣统皇帝、宣统皇帝的圣诞日，也是玄天上帝的圣诞日，在台中道场世界和平原点深潭啊，祈福祈安，消灾化解圆满啊，在五月五日。啊，也是同时依照王禅老祖所颁的法旨，在台中道场深潭七勇日的诵经祈福。七月七日啊，华严本性的开花，觉性的开启，所以七月七日也在台中道场深潭三勇日的供养华宝，恭送诸经，祈求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体世界永和平。而接着在九月九日，九九重阳登高啊，也一起祈福。在宣统皇帝祖的九九重阳白日辉升的当下，是列祖列宗当下甲午千秋双十法会所奉请现在坛上所有的诸灵，每一位都在九九登高那一日，我们的列祖列宗都是明心见性的好日子里啊，我们维新圣教的所有贤士法师讲师们和贤士们共同发心，
履行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共祈世界和平，啊，安魂立魄，追根溯源，万年归心。所以在今年一月一日到现在来，台湾与世界各国比原来预计的大家都有烦恼的时候，心不安啊，不安的状态，归溯回溯历史五千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世界816次大小战争，这些都是所有名扬两界所不安的现象，真是可悲。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务必要在当下双十，在整个的地球大家平安之后，我们要谢天恩。我们是当下我们在禅机山仙佛寺举办25天的谢天恩祈安消灾化解，尤其恭祝佛阿弥陀佛圣诞大法会之当下，由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弟子们，大家恭送48万部的《活说阿弥陀经》的功德，仰仗天威，王禅老祖慈悲，加持灌顶，回向与列祖列宗诸祖灵，并在元旦祭祖的时候，这奉请诸祖灵、三界万灵光降台湾净土林口大体育馆，受纳祭拜供养，表达三族儿女的心声，共祈天人合一，世界永和平的法仪，然后以104年的1月7日，在三宝寺深潭佛妻一起香花果串斋串供养，法宴供养，然后奉送诸祖灵灵归蓝天净土，八卦天心妙莲台，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成就无上的菩提佛果位，以为本愿。这是今日甲午千秋双十法会的总因缘报告啊！祝福各位。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所有的法师、讲师及贤士同修，今天103年12月1日，也是农历的甲午年10月10日，下午我们在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千佛大禅堂共修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王禅老祖开示，安心真经是中华文化大熔炉，安心真经的真实意，也是因为我们人
从各种不同世界天界来到地球世界，我们的心从来是不安。不安的原因有很多很多，八万四千个烦恼围绕在我们的呼吸之间，围绕在我们每天行住坐卧。即使我们来到世间有一万年、一千年、八百年，或是只有十年，我们的心都是不安的，因为有外在的因素而造成不安。所以鬼谷先生王禅老祖啊，在己丑年的3月26日信奉王禅老祖圣诞日呢，啊，在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举办每年的护国习斋水陆大法会，在道家来讲就是罗天大教，我们敦请了佛教界大佬、高僧戒德80几位，为时七天，深谈七谈，啊，还有一念禅，还有含林锁，啊，由我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发大悲心，啊，恭送几百万部的经、忏、咒、圣号、佛号，一起来供养、回向列祖列宗。我们的姓氏不是只有百家姓，而是15615姓氏。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静静的思考，为什么有这么多姓氏？就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改名换姓，各处逃窜的结果，才有15615姓氏。啊，这是中华民族的悲情和悲哀与可怜。所以我们当下应该反省，要忏悔。尤其5000年来发动战争，杀死无辜的百姓，而这些怨灵怨恨在灵魂界不安，在空界天界不安，按他的后代祖祖孙孙造成冤冤相报，何时了？这个冤冤相报到现在已经有5000年了。所以在5000年的当下，上天慈悲，诸天圣神、大如来、上帝、天地、阿拉，还有所有大神慈悲，就推派了大罗天界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倒驾慈航，在台湾净土。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他的慈悲就化解干戈习战争，所以本愿
是为天下太平。还要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和未来千秋万世，化解人类的无明。为什么世界有那么多战争？就是人的无知啊。所有的有权有势的人，一旦有权有势了，被权与势的捉弄啊，杀死了那么多人，那么多的军民，但是这么多的天主帝王也并没有因为啊，你发动了战争，杀死那么多人，而保住了他的江山。那么请问，当下中华民族竟然从皇帝三祖时代到现在，就有917位天主帝王；日本从徐福真人到现在来，有124位天皇。韩国有195位天皇，不同时代、不同时空的一年战争，都没有解决人类和平的问题，也没有留下所有天主帝王他们的江山，但是所留下来的余恨，在灵魂界的列祖列宗们。心灵的不满，在灵魂界的哀号，在空界的相互的冲突，而引发了个性是在世间上的种种战争、斗争、相互杀害生命，这都不是我们每个人在天上世界、在天界、在空界、在如来界、在上帝的世界所有的本来面目。所以上天是慈悲的，而人没有智慧的，人也是无辜的。所以鬼谷先世王禅老祖21世纪当下的在中华民国啊，71年，哎，因为台湾祖师的慈悲，他为了救度地球的众生，啊，所以他从西方极乐世界，啊，经过了好多恒河沙数的星球，来到地球上的台湾净土，在台南，啊，归仁乡看西村，投胎为杨老文，在世间修行81岁圆满之后涅槃了，又看到整个的地球世界人类的那么多的战争还不断，冤冤相报还不断，所以台湾祖师爷慈悲了，发大悲愿啊，唯有在恭请大罗金仙，中华民族、中国至圣，鬼谷子、鬼谷先师，他的本灵、圣灵、本尊，在太极天啊，为王禅老祖啊，王禅老祖。在世间为鬼谷子，有受身为鬼谷子，在中国大陆河南鹤壁市祁县的云梦山在云梦山的地方修行收了108位徒弟其中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战国七雄时候，收了108位徒弟，其中
大家最清楚了，就苏秦与张仪，孙膑与庞涓，毛遂，我们说的毛遂之剑，毛遂，还有徐福，毛猛的也成仙，徐福后来东渡到日本，带着500童男童女到日本开疆辟土，啊，才有今天的日本。啊，徐福为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到现在来，所以整个的历史恩恩怨怨，没有办法去计算的，时空交错的，相互摩擦失衡的因缘，所以在整个的中华民族5000年来，圣贤辈出。易经是大学，大学在易经。尤其中国至圣，当时的鬼谷子、王禅老祖，王禅老祖在天界为王禅老祖，在世间啊名为鬼谷子，号为鬼谷子，本名为王禹，出生在当今的河北省临漳县，啊，临漳县的岩石村，王家为王禹，啊，6岁就开始云游四海出家，观世音菩萨度他出家修行，念成大罗金仙，所以回到天上界的时候，他的圣号叫做鬼谷仙师。而在世间的隐姓埋名名号为鬼谷子，啊，他本尊本灵就是王禅，所以王禅老祖，啊，这个整个因缘呢，因为王禅老祖他是法，鬼谷子也是法，所以才有当今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之后，啊，这个战绩台湾祖师爷慈悲，啊，来册封赞叹赞扬鬼谷子他的智慧，才有一句四句偈：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这四句偈是赞叹王禅老祖鬼谷子在世间他的智慧，是宇宙啊大道啊的天心总根源，就是鬼谷子，也是每个人内在心灵中的本尊大智慧，所以在佛家来尊称的为佛陀，释迦牟尼为佛陀，啊，在西洋啊，这个耶稣啊，耶稣耶和华，他的牺牲，他的心，所以耶稣也是代表天心，十道天心。哦，这个都是宇宙的万华，在不同时代不同因缘之下呢，就由圣贤，那么多的圣贤，哦，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教化教导启示我们所有人类们，都有一颗天心，天心就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就是义道，我们所说的叫做易经，而易道从阴到阳，从阳到阴，即使一刹那之间已经跨过恒河沙数的世界时空，而一念之间也是跨过
啊，无量无边满银河星系的世界，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子的智慧啊，这他的叫做鬼谷子，有如佛家所说的佛子，佛的子，智慧的种子的根源。而鬼谷子也是隐藏在每个人内在心灵深处的智慧根源，每个人都平等的，而又有如上耶稣所开示的上帝天地，也是告诉我们内在心灵最庄严最殊胜最超越的本尊的智慧和面目。哦，所以世间上的各种时空因缘都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圣贤，从天界圣神啊，为救度地球人类众生，那么道驾慈航在世间投胎为不同的人，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代，就有如孔子啊，孔子呢啊，他周游列国啊，弟子三千的弟子是一个名相，也就是告诉我们有三千个大千世界，表示三千个弟子每个人内在都有一个世界，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思维，就有如现在台湾2300万人民的内在心灵世界有不同的世界，有不同的思维。哦，所以地球上现在有66亿的人口，且相对的地球上的人类有66亿的世界全部围绕在地球这里，只是我们没有发现，我们没有悟到，所以才有这些冤冤相报，才有那一些恩怨情仇啊，每一个时代啊，不同的时代一直在发生。还好在中华民族的啊三族儿女以这几十年来还算最平静的，但是在地球其他世界的国家现在还在战争不断的发生，这个都是我们人类的悲情，也是悲哀。所以无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度的人民，他本来就有藏的一颗所说的佛子，所说的就是上帝天地阿拉还有神，我们的天公啊，我们的佛等等，都在启示每个人内在心灵的世界，都是慈悲的光与光的相融合。可惜呢，我们人类的无知都是受了自己眼睛所看到耳朵所听到的啊，这个法门呢让我们错用了，而展开各种不同时代的厮杀和战争与劫难，这都是悲哀的人世间。而是我们也忽略了自己本来灵性的伟大，灵性的尊严，灵性的慈悲和可爱，可惜我们没有去悟，所以才造成各种的不安。而心既然不安，一定要安心，要安心要有法，要有圣人，要有天神啊，要有大宇宙的所有一切如来佛上帝等等道驾慈航，或在借着修行者啊，心物合一，心与天合一，天心人心物心佛心道心，所有一切的心的相互光辉相普照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开发你内在的那一颗
日日夜星存永远不生不灭的光辉的灵性智慧和生命啊。所以这个叫做鬼谷子，那才叫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一旦每个人开发自己内在的智慧出来的时候，天下一定太平，大天下、中天下、小天下、个人的天下、先人的天下，一定是和谐啊！所以，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这是台湾祖师爷啊，他的慈悲，他的赞扬。鬼谷先师王禅老祖的妙智圣智慧啊，唯愿呢啊，今日甲午千秋的双十，我们开始在仙佛寺千佛禅堂，共有25天的啊法会呢啊，唯愿呢在25天之内呢啊，我们所有坛上各位列祖列宗。啊，十方法界三界万年特性寺的主灵，都能借着这个法宴的供养，啊，那么静心的听经闻法，啊，那能够顿悟无生法忍，了脱生死，是我们的本愿呐、啊！祝福各位。本段节目由。